夫人选了什么运？大人为我做这么多，就不怕我辜负了大人吗？卦象上说你会成为我的妻子，现在你就是我的妻子。卦象上还说了，我是你的意中人，那我就一定会是你的意中人，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将我的命数渡给了你，往后你便与我同生共死。我还没同意和您一起死呢。我已修成半仙，比凡人活得更久，你可不亏。只因深得与君子，便道白头。